那么今天呢，邀请斯威特舞团之后，接下来还有很多精彩的节目。相信大家吼，应该有看到开始，咱下播这个青草国小的郭慧斌，咱即摆去看斯威特舞团的郭慧斌，大人甲囡仔吼，拢有无同款的表演，每一场都非常精彩。到舞台，陈吉富副主委，请到舞台。OK， 好，天庭的各位朋友啊，那我们现在呢，广场哈、哦、可以稍微再往前一点点，大家请坐。重新过来哈、哦。对对对，然后我们顺便让开一条路哈。嘿，我进台车来当离开广场哦，好，麻烦大家，谢谢。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节目，公开传授啊，叫做围过来，围过来，大家在大探集，对不对？好，谢谢哦，谢谢，好好好，再来我有压迫感。好，谢谢哈，感谢大家。好，为什么要大家站较近呢？因为今麦过来这个活动，这个活动呢相当重要。陈其副副主委，请到舞台。好，陈其副副主委，然后听到广播哈，他麻烦来舞台一边，感谢你。好，大家为乡亲时代报告一下，元宵除了吃圆啊，咱来在创什么？猜灯谜，掌声鼓励一下哈！大家都够厉害，专业非常专业，所以接下来就是我们猜灯谜的时间啦。好，美丽的主持人，来，大家今天有欢喜不？有欢喜来，我听一下，有欢喜不？较大声，好听较大，有欢喜不？哎，安尼有啊吼，好，咱即马伫什么所在？握手的人爱握紧哦，咱即马伫什么所在？来，我你看，你看较准，我手紧啊。你紧靠我，所以你多一个。嗯，好啦，选你。正当鹿耳门圣母庙，对不对？来，掌声鼓励。来来来来，平安藤吼，和你吃甜甜的，你搁生相思，安尼好不好？唔通。哇！这个年纪袂使搁生啊。是吼，咱家是。我一定到七十岁。咱这是正痛吼，咱容易问先保镖吼，先保镖吼，好，来，咱即摆问一个，多啊，咱咧上戏做戏的直播主吼，小弟在跟共鬼聊哦，咱的 FB 的粉专叫做什么名？一二三，哇，妹妹呢？这样要哦，开始，来，圣母庙。是我吗？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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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没讲没出水？我们袂使去有音啊！哈，大家欢喜，皆大欢喜。啊，佫有啊，伊拄仔讲出来就是咱的 FB 叫做正统鹿耳门圣母庙的粉专哦。啊，咱拄仔有讲咱的足可爱漂亮的直播主小鹿来讲，要打卡伫倒位啊？爱伫倒位啊？伫较紧来举手哦，来听。啊来。东南呗。监牢这边啦，哈。啊，有上山的会啊。打卡的，有啦，哈。啊，打卡送什么？安饼干。哦，送饼干来，掌声鼓励。掌声鼓励一下，哈。哎，今麦吼，甲各位介绍，咱台顶这位就是咱圣母庙的副主委陈其富副主委，哎，就是陈老师吼，对咱的民俗文化。嘛是相当有研究，即马咱就由着咱的副主委来陪咱大家做伙耍猜灯谜吼，来，副主委，来，咱今仔日活动名称，吼，迄拢是写伫遮哩哦，知影的人举手，一二三，举手哦，各注意，各注意，注意小姐，好好，加葱母，放烟火。马戏会赛啦！掌声鼓励！掌声鼓励一下哦！今仔是四家老店哦，吼，真侪活动，所以安尼讲嘛是拢对啦。好，来，我们上过一个足简单嘞，来下后可以看一下，大家下后左右两边哦，伫两边，伫咱白楼的两边，这位是咱的身边多一位神尊啊！来，看到下了牙齿哦，一二三，
我看到眼花了。来，咱互咱上啊，哇！哪一位？这位先生，好，来，先你演出讲。无，咱一位呀。一位中平大平。叫做看大声嘞。先你演。对不对？答对了，来。来，谢谢。还有这位小朋友。哦，这尊哦，这尊跟如何有啊？哈。来，哪一位？哪一位？小朋友，妹妹。顺风耳。答对了。对来，这摆伊就是看，咱本庙是第几处的中间？第二三五。哦，来，拿手机，这位副主席讲拿手机。第三件重建。第三次重建。哦。哇，大家拢够厉害。嘿，啊，今年什么年啊？一二三。哇，来副主席，快问多一个。今年什么年哦？那位算大声一点哦。兔年。哦，兔年要如何？要旺兔对不对？哈。旺兔顺利。旺兔哦，好。啊，咱拄好讲到一个吼，咱这个名，这个题目给你请好不好？这个题目。咱的主位叫做。咱的主位叫做什么名？现任的主位，啊来。来，这是副主委，我是副主委。这位是副主委，哈，啊，都和你讲起来，咱要搁叫一个名，讲。来来来，够有人知啊！咱即马新北庙现任的副主委，来。真的哦，不客气。来，谢谢，无唔对。来，大声一点，大声一点，哈，好。好，再来问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啦，吼。咱新北庙旧年吼，应该是旧年啦。咱有甲咱的关老殿重新整顿吼，重起迄个关老殿。啊，这个关老殿即摆伫倒位，敢有人知影？有没有人可以说出来？一、二、三。哦，我们前面这位帅哥。你有需要关老吗？你已经看一个啊咧。后殿龙边。后殿，副主委，后殿两边敢是？副主委，爱你问啦，后边两边敢是？后殿的两边啦，吼。对，正确。哎，可以大声鼓励一下，吼。啊，然后用点一个啊，迄个里面顶的哦。啊，搁只哦，即摆这个题目要抢答哦，吼。咱新埔庙供奉的咱的妈祖娘娘哦，咱妈祖婆是硬心还是软心呢？要求一二三，后面的大姐粉红色的背心，粉红色，嘿，来来，拍摄，看大声的哈，看大声的哦，人心马座，人心马座，是来掌声鼓励一下，掌声鼓励一下，大家拢唔够厉害，连人心马座拢知影，可见大家对马座部拢是相当的辛苦啊，相当的虔诚安尼吼。好来，后一个题目，今嘛吼，再来甲咱报告一个消息，就是咱新埔庙，吼，咱今嘛是有好一个正水的名称，我来写一下，好做三米八呢。好来，大声一点，来，手放下来，手放下来，来，预备哦，要抢答，预备，预备，预备，一，啊，无啦，爱放个三啦。抢答，预备备，一、二、三。哪一位？哪一位？我注意你讲。哦，我看到了，我无在花聊乱，我徛上边。哎，这是三十位。好来好来。放起来。台版主进组，答对了。答对了。恭喜恭喜，还够给。嘿，咱再讲加一个两个好不好？来，来，再来哦，预备哦，抢答哦，抢答哦，一、二、三，来。多几位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哎，一样一样一样。啊，咱两个几人啦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咱两个几人哦，来。希望在这边的群战。好，来，那个抢答哦。抢答，对，台版紫禁城，一二三，哇，往这边哈，那个小姐，对，第几位？哪一位？绿色的，绿色的，哇，恭喜你来，台版紫禁城，大声一点，好，台版。
会馆，这边叫做入耳门会馆二，哦，这边叫做入耳门会馆二，哦，这边有好，一百七请有，要请入耳门会馆，你到这边，一啊一，你到这边，哦，别到哥，两件先生啊，都比我较少，我都叫大哥。来，我叫我念，来，来唱的哦，都注意在哪里三哦，来预备备，准备呀，去哦，一会馆，第二在哪边？ 一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加入街头聚会，都来。你注意看，我拢看无呢。啊，来，手脚无够，无得看无啦吼。咱抢答一个吼。预备备要来手放下，手放下，按好个三在在哦。预备，一二三。好，林帅，弟弟啊，弟弟，来，这个啦。二在哪一边？那边。啊，那边是。 好，恭喜答对。好，来，各方各一看。那边。好，对，这个是咱入围会是你的哪一边？这哪位？要来这里？来一只手。要在这个旁边。啊，阮这个会馆非常的清新，要大拢打完啊！哦，啊来宾，今天人打新的，哦，然后亲戚朋友，啊要来咱。 迄个台板市政城大街下嘛吼，尤其咱这火车吼，真水的这灯光，来这大门的下当暗时啊来散步啊，环境也好，啊街景又俗，啊好唔好？好，台板，迄个入围，咱指定遮这个名，嘿，好来。 咱伫这边面叫一条轰动全国的，叫做什么桥？哎，大哥，那个地婆来了。白色帽子那一位，白色帽子那一位哦。谢谢，七七平安桥。七星平安桥，答对了。答对了，我们的李婷哦，那边来在这里。趁这个机会，去遐过一下，请平安桥的。 一百七十九，小在该文所发挥一百。再来一个。三一五七Q五，麻烦请移动您的车辆。三一五七Q五。刚才问一个较有深度的问题哦，不要在公车叫七星平安桥。那么我们就来问一下现场的朋友，有没有人知道七星平安桥？ 它在哪个朝代开始流行到现在？对，什么朝代？来，清朝。清朝不对，可以再拉更久更久更久之前哈、哦。来，周朝姜子牙。哦，周朝姜子牙。哦，正确哦，答对了。好了，有猜还是送？谢谢谢谢。哎，阮今嘛吼，要来游富主义吼，要来甲咱问一个。 问题哦，不注意，咱的妈祖，这里妈祖妈祖娘娘这里的演讲吼，啊，你会使甲咱介绍一下咱这要甲咱大家邀功，你看好不好？好，来。刚刚才来，要下妈祖给你要下，下几拜？哪只？要去？那个，黄金的两手的这一张。 好，紫色口罩那一位的领袖哈，八百年，八百年的历史吼，啊，咱这真是个金星是有八百万年的这个历史吼，非常的但是咱咱家吼，做做有数有据的哈。啊，今嘛吼，咱就有三了，那好一点，叫做什么点？什么点？ 大声一点哦！哪一位？哪一位？快点来！来，快点来！我要重来哦！预备，来，一二三！戴帽子。戴。
戴绑头巾这帽子的一位女士。绑头巾这么特别不错啊！好，来，请说一下。五王殿。啊，对。掌声鼓励一下哈！五王殿哈。啊，第二间。一二三，请举手哈！来，这位黑色夹克。妈祖娘娘。妈祖殿。对，妈祖殿。好，恭喜你哦！来，再预备哦！一，啊，这么咱第无成功，第三点哦，来预备，一二三。第三点，什么点？一位，他就一位。啊不，我啊，你戴帽子啊，来，哎，好，恭喜答对。啊，不错的呢，这边面这么新鲜的呢。下面呢？点。消毒用品。后面那个。叶老店，叶老店答对了。五元，今天闯关子了哈，来叶老店来。这是后面的，哎，小朋友这边。好，恭喜新鲜的点，包车纪元叶老店。一包而已，一包而已。非常的营养，咱啊饮这关的哦，比我较好的。做生意较有人缘的，较有趁钱的。今嘛元老。广东工上届领港的时阵，打设立了高科技的，希望咱这的先行代表会当借这机会，去咱后壁的广东电力啊，发展一下广东的，哦，平安赚钱，有人缘，够好用的，赚钱啊，好人情，这关系好，哦，这上届好，广东电力吼，做领港的吼，啊，所以，啊来。咱上届后壁间，上届顶面，迄间叫做啥物间？阿舅，哦，那个小姐，红色衣服那一位，大声点，什么店？林霄，林霄多店，啊，对，答对了，恭喜你，啊，是林霄宝店。来吼，即马互因搁想一下，我来出一题较奇怪的吼，互大家又较袂对。有难度的哦，有难度的哦。这世界上吼，世界上，什么车燃顶上多？它的灯最多。什么车？来，请说。有啊，猜错还是算？我们再猜猜看，来，金敏先。哦，塞车不是，一台车上面。好，来，这一包先给你，来。来，再说一次。这。掌声鼓励一下。掌声鼓励哦。来，我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是垃圾车，因为垃圾车来的时候哦，噔噔。这个是笑话，对不对？很可爱，很可爱的。现在呢，不好意思，我插一下嘴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目前按赞送饼干的摊位冷冷清清的，可能大家都不知道我们有这个活动。在流动银河朋友，咱就你无怕买请恁吃饼。我们今天准备了四种口味很好吃的平安饼，黑龙五星星顶贵兰哦。泉水甲努力无卖加钱，只要你会当摕出你的手机啊，把咱台南正统鹿耳门圣母庙的粉丝专页起一个赞，啊嘛把咱的摄影棚起一个赞，安尼就会当个平安饼，让你吃平安。今仔日吼，食咱努力无卖甲众生面保庇过的饼，一定会让你平安健康，规冬规世人吼。所以讲，邀请各位。会当摕出你的手机啊，来到咱正统龙里门四宝庙的两边，在我们的钟楼下面有一个摊位，有三个可爱的小志工哦，正在帮大家按赞送饼干，欢迎大家可以去领我们圣母庙送的很好吃的小饼干。现在在什么灯啊？商业节目快开始喽！是的，在这边呢，也跟所有好朋友做一个预告哈，在下一个时段四点整，有阿飘军团被炸来煎菜，标准台湾的本土意象，有没有人知道他们要表演什么？
最代表台湾最道地的五香粒、啊、来小朋友说说看。香太子好，掌声鼓励，谢谢。三太子电音哦，电音三太子哈。哇，咱咱即马较紧讲者吼，咱赶紧咱的好朋友，咱的信众，咱的信众来电吼，咱赶紧哦，咱们两平两平千岛呀，我们的 FB 啊打卡按赞，打卡按赞，送送送送送平安笔哦。啊，这是今仔日吼非常难得的机会，咱就赶紧吼来甲咱永别敬老哦，敬老的部分吼，有咱的打卡按赞吼，要记得手机拿起来哦，按正统鹿耳门圣母庙吼，是的，今天吼欢迎大家来到正统鹿耳门圣母庙，今仔日的活动会使讲是几工的，从透早开始。啊，咱的春雨游富城到下晡这个时段，伫咱的广场都有很多精彩的节目。接下来下一个节目之前呢，啊，我们还有一些时段啦吼，啊，包括打卡按赞，大家若还袂打卡的，赶紧的，赶紧的，三步做两步行，赶紧到咱的青楼下底面吼，来打卡按赞换饼干吼，平安饼，保庇大家吃平安，吼，会当平安顺时归年冬。好。还有一些时间啦，吼，还有一些时间，啊，咱底下马上来甲咱奉上一个吼，阿飘军团，阿飘军团，若有听到奉上，赶紧的哦，来到庙边集合，吼，咱的大庙，咱的舞台边集合，吼，啊，等一下我们的时段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啊，过来，咱来去做一个迷彩啦，吼，大家去摇看卖啊，来，迄、那个。摇较无同款的，咱拄只甲标人的部分会当摇拢摇了啊吼。咱即摆来摇，摇较无同款的，咱来摇四个舞蹈吼，四句话，四句话，啊，互大家摇四种蹦弹，吼蹦弹哦，来注意听蹦弹。金西公，鸡西红，大不好，吼、哦、西。北草，好来，我们只要可以任猜一种，我们还是有送，要送什么呢？送米、送刀、哦，小城外，等一下哦，上平安堂，哎，来，金西公，刚有人摇出来，啊，有人举手，真的有人举手哦，来，这位爸爸，来，大声说出来，跳蚤，跳蚤，金，你是要摇到几股？哎。咱有金西公、鸡西红、大不好、西北草，吼、哦，来，其中一句，其中一句啦，吼、哦。跳蚤在咱的台语叫做啥物？叫做三宝。三宝。所以大不好就是三宝，吼、哦，来，掌声鼓励一下，吼。掌声鼓励一下哦。再来，大不好又了啊，金西公。敢有人摇会到金西公？哦，火神！哎，掌声鼓励，大家拢够厉害哦！火神哦，来来来来，这里还有，来，要不要放在口袋？哦，来，啊，金西公的是火神。咱用这边的来，来，咱听众大家，咱的这里，这边的朋友哈，太谢谢了，咱有一个路哈，啊，给咱的阿飘军团当进场。啊，咱那后退一点嘛吼，留一个空间出来，予咱后一个表演会当进行。鸡彩虹，鸡彩虹，有人要会到，啊来。假抓，哎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好容易哦。大家拢够厉害，为什么是假抓？因为真正的彩虹师拿假刀拢在假布，假的彩虹师才是拿假刀在假抓。后来，拄只够一句要无到。是啥物？西北草，对吧？好啦。蜜蜂。为什么是蜜蜂？哎，对对对对对，来来来，好，谢谢哈，大家都有送。好、哦，叫做胖的对吧？哎，安怎死拢是胖的，所以金西公鸡西红，大不好西北草。好。再来吼、哦，伫咱庙埕准备要来进行着精彩表演啦哦！